第一银行从本土发迹，陪同社会迈向国际，穿梭在许多城市间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我们带着信任的翅膀，降落在19世纪末的台北城内西门街。120年来深耕国内市场，除了改名为第一商业银行，也正式民营化，放眼国际经营，与台湾社会经济一起成长茁壮。我们始终不断挑战自我，面对数位金融趋势，第一银行也已启动数位创新转型的计划，成为数位金融的领航者，强化虚实通路结合，提升客户体验。透过智慧服务、社群媒体、数位平台等跨业合作，打破传统银行柜台服务模式，也为了节省客户临柜的等候时间，不断精进系统，结合大数据，导入 AI 人工智慧及区块链等专利技术。我们持续提升资讯及网络系统的防护机制，提供客户安全又便利的及时服务，成为客户最贴心的事业好伙伴。我们也积极开发行动支付与创新因应，享受智慧生活带来的便利，更推动都更围老重建，打造安全舒适幸福好宅。一路走来，共同携手扶持中小企业与大型集团客户的发展，均能提供应收账款等多元金流服务，更能专业筹组客制化融资，建制跨国金流与资讯平台，协助台商企业海外设厂，全力支援客户拓展全球事业版图。面对未来，我们充满信心，将营运据点拓广到全球四大洲，总资产及第一类资本迈向全球前200大的大型金融机构，满足员工优质的生涯发展空间，提供客户最满意之金融服务，给予股东最丰硕且稳健之获利，是我们坚守的信赖。经过120年的淬炼，我们持续与客户同行，也秉持环境永续，实践社会公益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，让第一银行成为客户信赖的首选银行。开拓地球村，永怀台湾心。First Bank, lasts forever. 第一银行。